안녕하세요, 오디엠입니다. 오늘은 약간 좀 한국 여학생 메이크업 치료실서 연대이달인데 누가 만나요 좀? 이쁘게 가야지.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跟着滤镜化妆的一个视频，不光是像什么抖音美图秀秀啊里面不是都有很多这种滤镜妆容吗？直接 P 上去了肯定是有一点点假，但是是挺好看的。你看今天这个画脸上真的是挺好看的，我感觉这个可以出一个系列。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想要看的滤镜妆给大家出视频？우리이제메이크업시작해볼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滤镜是什么样子的，来录个屏。为了这个专门下了一个抖音滤镜啊，好像不是这里，美妆韩国学妹应该是这个。哇，真的很不一样哎！来，先来分析一下，这睫毛很明显一粗一粗的，然后眼皮上面没有什么妆容，有个卧蚕，有个鼻影，腮红打在颧骨的上面这个部分，关掉，关掉，就是把那个美颜关掉的样子，非常小清新的感觉，有点憨，为什么有点憨呢？看起来。我希望我今天画出来这个妆可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看起来再有脑子一些。我们开始吧，先戴一个美瞳，美瞳摸摸爱他们家的一个灰黑色的美瞳，看起来很像裸眼的感觉，最近特别喜欢这个。我现在就是一边看着这个手机的屏幕然后一边照着画，看到这个真的是有点自欺欺人，就感觉自己好像不用化妆了。实际上呢，先涂一个防晒霜，九七三的防晒，这妆好好看，又跟我的指甲很搭。新做的这个指甲是银色镜面的，我打算把它们都剪成这种平的，是不是还挺好看的？今天这个妆呢，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的妆感，但是呢，又很有那种很清纯的氛围，是那种原生漂亮的感觉，不追求特别特别精致，稍微的粗糙一点啊，但是底妆不能粗糙，要画出中性皮肤的感觉。OK， 今天的底妆呢，用的是施兰黛的泛水，是中性最白的色号。这个防晒水薄水薄的，不上妆前也挺贴的。昨天去体检验血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其他的项目基本上就是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么说有点心虚啊，因为前段时间我基本上就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状态。Yeah的这个，虽然我其实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可能这个还没有在我的视频里出现过。超好用一个气垫散粉。刚刚说到哪？想起来去年体检的时候我给忘了，前一天晚上8点以后是不可以进食的，然后我那天好像都已经快到12点了还在吃东西，就吃什么饼干什么的，然后第二天化验血脂高。好，我们现在画这个眼妆，眼睛上面这里也要很清淡的感觉，中间的这块颜色像这个粉双眼皮，这里尾巴这里让眼睛这里看起来稍微的再深邃一点点，这个眼睑下这还挺明显。顺便啊，卧蚕，哇，跟着这个滤镜化妆就感觉有点容易搞混，画着画着不知道自己是长这个样子还是长这个样子。换一个小一点的刷子，蘸这个比较深的颜色涂在睫毛根部这里。好，现在来加个睫毛，睫毛卷翘定型，哎呀，没录上，真的是。我刚刚说体检的时候用这个，8点钟化妆，然后到晚上12点钟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塌下来啊，不是没有塌下来，就也塌下来了一些，没有那么塌。Kiss Me 的睫毛膏，这个眼线非常的大，还是那个卧蚕比较重，感觉就稍微画一点点，卡其色彩，深棕色，为维持它是一个圆眼头的妆，在这个地方稍微画一点眼线就好了。下垂的拉长一点点，然后下眼睑这里我感觉它这个也是有一条细细的线，用这种扁刷子蘸眼影粉连起来，一直延伸到前面这个地方，这里都有。 OK， 顺便呢再把卧蚕这里搞一下，用其他的刷子把这块预染开。昨天新买了一个这个玛丽黛胶，很正的那种，因为我最近头发什么的颜色比较深，然后眉毛也比较重，再用以前那种浅咖色棕色不太合适，那里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刷子，先用这个浅的吧。在美美这个地方再换这个深色的，哇，一刮就掉了。睫毛卷翘定型液，我就刷一下眉头就好。现在眼睛跟眉毛都是分家的，要把它们连起来。老朋友，首先观察它这个地方的鼻影，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鼻影，然后没有过渡到眼皮上面来，所以就只画跟这里修细一点点。鼻头、鼻翼这一块，应该是整个这一块这个三角区域全都是有一些修容，就都压暗，把这个地方整个给修转过去。这里都修一下，这里有一点点阴影。OK， 画一下嘴唇。我刚刚试了几个颜色，最后挑的是这个，这个是之前出的锦鲤限量。款的肉粉一点点，他给我把嘴唇 P 厚了，我也画厚一点，然后还是老方法，给它铺上一层散粉，乐在其中的36色号，多画一点。然后鼻头、眼睛上面这里都有一点，靠近眼睛下面这里就是定焦腮红的位置，好像没有高光，只有嘴唇上面有一点点亮亮的那个唇油的感觉。我先把这边脸画上，然后再来画这个嘴唇。现在对比一下看的话，妆真的很淡。感觉气色有变好，用这个最深的涂在嘴角这儿，有一点点那个微笑唇的感觉。迪奥的这个884，然后就是那个嘟嘟唇的感觉 ，ND Beauty 的。
最后再点一下那个痣吧，它好像是有两个痣来着，眼线胶笔钻一个孔，眼线液笔在它的中间点一个小点。Makeup 完成了你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痣好，但是我都点上就这样啊，还没有这个痘好看。再不当但是萨隆嘎塔索可气，上高中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年轻过，感觉可以很甜也可以很酷。이메이크업어때나어때영상은여기까지고요，喜欢这个妆容的话记得三连一下哦，还没有关注的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우리다음영상에서만나요，안녕。